魔块要完了，全都要完了！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驱魔块，为了人类啊！怎么会这样？ 都是因为你，你是这个罪魁祸首，他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，和驱魔官一起陪葬吧！一切都完了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小家伙，又见面了。这次轮到我砍你的手了。<笑>砍你的头！<笑>又是你这个老家伙！ 果然没看错，你配得上国王出手。龙皓晨，我会拖住他，立刻带着驱魔领去指挥司。是，他是拯救驱魔官的关键。好，我先去宰几个魔神宝宝。绝境！不错，居然将我们隔绝在这个小型位面里，你这领域有点意思。凭你一个九阶。 就想拖住三位魔神，图，你要搞错，这里可是我给你们选的葬身之地。
精灵！魔神已被我困于领域之中，所有人立刻不惜一切代价协助龙皓晨前往指挥司。记住，驱魔官之存亡在此一举。侠者大人是在用生命为驱魔官争取时间，快扫清指挥司附近的魔族，所有人和我一起支援龙皓晨。团长，我来帮你开路。吃我一锤，再吃我一锤。司马迁，团长，快去指挥司，这些家伙我替你拦着。撑不住就先撤。放心吧，就这些魔族，我能打100个。是六级剑门双刀魔。家伙在这些方面还是有几分聪明。给我搜，要放过一个人来。千万别出声，外面可都是魔族，要是被发现就惨了。
那他也是为了救你。你的命比整个驱魔关都重要，你知不知道？够了！你的意思是，就算他今天死在你面前，你也一点都不在乎是吗？团长，你的灵力已经严重透支了，不能再使用传送魔法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不行，驱魔关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我拿什么休息？让伤兵营再快一点，还有很多人要传送回来。是。放心吧，我有最好的治疗师替他治疗。去找龙皓晨吧，彩儿。妈妈只是希望你知道，你爸爸即使什么都不记得，他也依然爱你。魔关的希望。那个老家伙下手可真重。希望你让我开心一点。那个老家伙下手可真重。希望你让我开心一点。游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愚蠢的人类，
我要你亲眼看着人类被毁灭的这一天。来，继续挣扎，让我亲手掐灭你所有的希望，再送你上路。记得驱魔关里还有几台猎龙弩，把这头臭牛引过去，说不定真有机会干掉他。你疯了！营长，哭什么哭？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子滚去指挥司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还不快滚！兄弟，走吧。你不还欠我一条命吗？我不跟你去。不过是一个四阶，去了也只是白白送死。可老张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我不去，就有很多人会死。小雨，爸爸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剑为守护而成，方为止戈。
哪怕你燃烧生命也不可能打得过我。后悔了吗？这就是你对魔神无礼所要付出的代价。好吧，我玩腻了，就大发慈悲地送你去死吧。别担心，整个驱魔关都会为你陪葬的。我会杀光这里所有的人，包括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你们就在地狱里去相会吧。又来一个送死的雕虫小技，你以为我杀你要多久？之力全开，全身蜜银化，不错，现在的你更加美味了。把你的心脏献给魔神，我将会允许你化作我全新的右手。可恶！我住手！别急，一会儿就轮到你。给我过来！
下雨无声。兄弟们，是盟主大人的无敌精神。停！我神来了都啃不动老子了。冲！乱走这些魔族！王座被称为人类最后的壁垒，王座拥有最强的群体防御之力，所有在王座光辉内的友军都会保持在无敌金身的状态，豁免一切伤害。数千年来，圣城一直在王座的镇守下安然无恙，但这如山之间的代价便是如山之重。守护与怜悯之神印王座现世后，从未有人能移动他的位置，因此其拥有者也永远都无法离开圣城范围，只能以投影的方式出现在各大边关。王座投影虽拥有接近王座本体的力量，是能扭转战局的关键，但投影终究存在被打碎的可能，而若想移动真正的王座，无人知晓将要付出何等代价。是个臭高英杰，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回来。盟主大人，情况如何？王座投影已经成功降临驱魔关，而且召唤王座之人竟是浩辰的孩子。什么？这么说来，承载王座之力的也是浩辰？没错，如果是别人来承载王座，顶多只能接纳我三分之一的力量，但如果是浩辰，这位光明之子，能统御一切光明的他，至少能接下我五成力量，甚至超乎我的想象。可惜的是，已经有太多人倒在了王座降临之前。
敢和魔神斗，自取灭亡。看来你还是不太懂什么叫王座之威。刘队，快起来，我们的战斗还没结束呢。他拼尽性命也要让你召唤王座，但自己却死在了王座降临之前。多么可笑，多么讽刺，多么可怜的人类啊。别费劲儿了，还看不出来吗？就连你那破王座的光都落不到他身上。刘队，也好好休息，接下来的路由我来走。人类真是擅长欺骗自己，他早就凉透了。说够了吗？说够了的话就去死吧。蓝之墨，华禅，这可是我的全力一击，我就不信你还能一点事都没有。第68种魔神，信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王宇，双龙吟。战死的英魂献祭。会死，不是真的会死。摆脱那个该死的人类，去
居然逼我用出了天魔解体来修复伤势。可恶，不但燃烧了本源之力和大富拉蒂的等级。圣光之锤！什么？可恶，我的本源能量！刚突破五阶就能找个魔神当靶子，太爽了！你们这群该死的人类，简直就像苍蝇一样烦人！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事啊。魔神这么弱的？上，惊天阵！夜空棒！这群蝼蚁还没死透吗？真是国仔！现在就是命丧之时。怎么可能？
不行，被击中了。魔神之女是每一位魔神的力量源泉，以皇冠形式出现。当魔神死后，魔神之冕会自行回归魔神柱，重新选择继承人。通过魔神之冕，继承者将直接获得上一任魔神的力量，并成为新的魔神。而若魔神之冕被毁，魔神柱则必须消耗10年时间才能再孕育出新的魔神之冕。因此，只要有魔神柱在，魔神将永远无法出境。而72根魔神柱屹立至今，人类尝试过无数次，但却从未击碎过哪怕一根。72根魔神柱，像是魔族征服圣魔大陆永恒的象征，也是魔神们真正的骄傲与底牌。降临圣魔大陆的第6191年，镇守东方的驱魔官要塞，在血战3位魔神之后，却迎来了更大的黑暗。魔神之首，魔神皇枫秀亲临驱魔关。战斗，然后失败。何时才能终结这场战争？何时才能阻止这片黑暗？
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答案。但无论失败多少次，总会有人站出来，提醒这片黑暗，人类的屈服绝不是今天。神之云参战驱魔官，又是那么几个阴魂不散的家伙。哼，陛下是想开战吗？交出城中所有三头魔兽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世上居然有能让魔神皇在意的魔兽，真想看看。他越在意就越不能交出去。听他的意思，现在无法确定那魔兽是否在驱魔关。若贸然动手，我们倒是能走，驱魔关可就完了。驱魔关绝不能破，魔族若长驱直入，会有千万万人丧命。但那魔兽的价值一定远高于驱魔关，所以一旦魔神皇发现魔兽，就请诸位做好与魔神皇同归于尽的觉悟吧。嗯，陛下若只为寻找一只魔兽，何必大动干戈？只要陛下不为难驱魔关，我等也不会阻挠你。情报有误，奥斯汀·格里芬并不在此处，驱魔关也不必再留了。有意思。抬起头来。过几年再来找你吧，小家伙。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浩辰、啊、你还好吗？ 我没事，就是不知怎的忽然恍惚了一下。看在你的份上，就放过这群蝼蚁吧。看来他
没有找到那头魔兽。你们几个陪本皇游戏了百年，也算老相识了。可惜人类的生命太过短暂，本皇前些日子刚突破百万灵力，你们却更加衰老。不仅现在的你们毫无胜算，下一个千年，谁人又能做本皇的对手？我希望活下来的人也能更好地活着，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。那我们接下来也要打起精神继续努力。彩儿，我没事，缓解熏灰之间的杀意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小姐姐，原来你在这里！大姐姐说你受伤了，你还好吗？小姐姐，我的伤已经好了，你也要快点好起来啊！我会的。现彩儿一直在默默忍受熏灰之剑的杀意。熏灰之剑对魔神皇的气息极为敏感，这次被牵动的杀意，以彩儿现在的修为，至少还要数日才能消尽。小姐姐一定要平安呢。我们彩儿很坚强的，她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如果我能再强一点，也许彩儿就不会。就算你是九阶也没用。寻回之剑早已和彩儿融为一体，没人能帮他驱除这股杀意，他只能靠自己。难道我什么都做不了吗？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
就是相信彩儿。我的曾孙女可是能通过六道巡回试炼的圣女，他们很久没这样在一起了，让他们单独待会儿吧。你随我来，有位前辈想见你。前辈，龙皓晨来了。哦，你好啊。他是刚刚与魔神皇对峙的那位前辈。我是魔神之陨的团长陈子巅，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。艾蒙，准备一下，本皇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有着落了。恭喜陛下。请问是高领队的夫人吗？这是来自边关的急信。臭男人，可答应过我。老婆，原谅我外出征战让你日日担忧，但我现在可以卸甲还乡了，只不过身上还有点小伤，以后就需要老婆你温柔照顾我了。一号猎魔团团长龙皓晨，很荣幸见到您，陈子巅前辈。我从父亲那听说过你们斩杀数十位魔神的事迹。哼，世人过誉了。你该知道，只要魔神住在，就能不断再造新魔神。我们所做的，只是给人类争取一点时间罢了。正因为有这些宝贵的时间，人类才有机会发展。近年来，魔族已经很难在正面战场占据绝对优势了。嗯，形势的确越来越好。可一日不出魔神柱，这场战争就会无休止地打下去。然而自魔神柱降临圣魔大陆这六千年来，从未有过摧毁魔神柱的机遇。我们尝试过很多方法去摧毁魔神柱，但全都失败了。无休止的战争，无法摧毁的魔神柱。过去如果没人能摧毁魔神柱，未来那就由我来摧毁。要终结这场战争。很好，我看过你们团的档案，但我还是很难想象你们既然能击杀魔神，我想你们也许有成长为称号级猎魔团的潜力。称号级猎魔团？嗯，每一个称号级猎魔团都拥有自身独特的寓意和责任。例如我们魔神之勇寓意着杀戮魔神，我们的职责是成为人类的利剑。虽然你们如今只是市级猎魔团，但我希望你能早日定下猎魔团的发展目标与方向，例如摧毁魔神柱，这会更有利于你们的成长。皓晨受教了，我会和队友们一起定下属于我们的独特称号。你们几个陪本皇游戏了百年，也算老相识，可惜人类的生命太过短暂，本皇前些日子刚突破百万灵力，你们却更加衰老。这件东西就当是给你们的见面礼吧。魔神之陨不该永远是人类的最强，你们才是联盟的未来。下一个千年，谁人又能做本皇的对手？届时自有砥砺前行之人。有了这件装备，就能大大增加团队的作战能力了。皓晨，侠者大人，彩儿她快醒过来了。
但是他不足后没多久，彩儿浑身忽然爆发出剧烈的杀意。彩儿的母亲张开法阵替他守护，他说彩儿在对抗巡回之物，他正在为他护体。逐渐的，彩儿身上的杀意越来越小，但彩儿却仍旧没有醒来。醒了，哎，别担心，我把劳模都赶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彩儿，你呢？彩儿，很好听的名字。我叫龙皓晨。龙皓晨，你的名字也很好听。啊，你的家住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家吧。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。这样啊，那你要不要先跟我回家？我问问妈妈怎么送你回去。嗯。走吧。龙皓晨。彩儿，你长得好。曾祖说你借用巡回之力，冲破了巡回圣女最后一轮试炼，提前恢复了视力，以后再也不会随机失去六感。你一定经过了很痛苦的体验吧？没有痛苦，我想到的都是些小时候的画面。这是我小时候的发卡。小姐以后就要交给你守护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守护好彩儿。哥哥，你快来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皓月，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发现了什么？是小青，小青发现了一段奇怪的记忆。是的，哥哥，里面有一个超级可怕的大家伙。哥哥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有点熟悉。哥哥，你还好吗？这段记忆里的大家伙，你们认识吗？完全不认识。那这段记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就是那天，那个坏人把我们强行拉出去后，我的头突然就很痛，然后脑子里就有了这段记忆。你是说魔神皇让你想起了这段记忆？可我们也不认识魔神皇啊。对啊对啊，
我们在的那个世界只有数不清的骷髅。那你们再努努力，看看能不能再想起些什么。我想起了油爆昨天龙，烧烤燕皇鸟，好想吃啊。这一听就不是圣魔大陆的食材，应该是你很久以前吃过的东西吧。你的小脑袋瓜里果然只装了这些呢。对不起，我什么也没想起来，我从一出生就是被你唤醒的。哥哥，你快走吧，别管我们了。我只有与你的记忆。没关系，小光，也许你们的记忆会随着进化不断增加，等你们下次进化时说不定就能知道更多了。嗯，是的哥哥，我们以后不仅可以和你合体，每进化一次还能获得新的能力，就能更好地帮助到你。是呢，我们皓月最厉害了。团队赛已经结束，再过三天我们就回圣城了，你们放心休息吧。好啊。这一次的战役是我们驱魔关千年以来遭受魔族入侵最严重的一次，但也是最快击退魔神的一次。我们成功以魔族的血告慰了驱魔关的英灵，而你们作为猎魔团的一员将继承先人的意志。现在由我来宣布猎魔团团队赛的结果，但不论结果如何，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，是守护家园的英雄。啊，我们登上榜了。林昭兄，我们团还算不错吧。以上就是本次团队赛中的第二名至第五名，而这次团队赛中第一名的猎魔团，他们在城墙防御战中斩杀了魔族指挥官，缓解了魔族攻势。他们在医疗营最需要驱魔草救人命的时候带回了大量的驱魔草，他们不仅按计划截断了魔族运粮通道，还越界杀死了一名七阶魔族。然而他们的贡献还不止于此，在三天前的战斗中，如果不是他们舍生忘死，借助王座之力击退了一名魔神，驱魔关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他们就是世纪一号猎魔团，这第一的荣耀实至名归。他们不仅是各猎魔团的榜样，更是驱魔关英雄。选择是正确的，这个真棒。你真想服了吧。起头来，你们该满载荣誉回圣城了。好了，回圣城的飞艇可不等人。抱抱你吗？嗯，
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陪我玩啊？等你再长大一些，我就回来。那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再团聚。哎，好啊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，永远欢迎你回来。我们出发吧。